军军哥，你给他们打个头阵，上一个会员。我需要第一个会员是你，军军哥，给家人们打一个头阵。Hello Hello。你们这有没有想过去玩什么飞盘什么，或者去青城山？我们去。我们俩都可以接受，只不过就是，哎呀，我那个鸭肠呢？不是，我放中间了。这个里面啊？那你再捞一下，应该是有的，可能在里面。下面把军军哥给我圈在空瓶上，恭喜军军哥成为我的第一个会员。把军军哥给我圈在空瓶上，真的，我的天、啊！没有，我在。军军哥对你也太好了吧？军军哥退出去，咱们重新进来。退出去重新进来就是不一样的特效，是吗？嗯。哎，他这个，对你的肠子，家人们心动了没有？心动了没有？真有特效啊！真的有特效。心动不如行动，家人们。嗯，他们非常看一眼吃的是啥。加多宝好喝吗？你怎么就是上一次我们去那家店，然后我们跟天天妹妹一块去，然后那个老板就会问你说，我们家火锅怎么样，然后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？然后当时我其实就很想说，你们家的加多宝还是挺好喝的。你们家加多宝还是不错的，因为他不爱吃辣。而且上一次我们去的那家店，那个饮料不是很凉，对吧？对。我想不起来了。这个要吗？吸管口感很好。谢谢。拜拜，伦哥，拜拜。我的会员走了，就一个会员。看着我。昨天晚上星星自己干了四个丸子，是这么大的肉丸子。我昨天自己吃了四碗冰淇淋，然后他今天把我们剩下的那些冰淇淋全扔了，他说这是他减肥路上的绊脚石。我觉得他自己才是他自己减肥路上的绊脚石。只剩最后一点了嘛，就只剩最后一点了，留着也是在祸害。有没有想过是自己祸害了自己？真的太好吃了，真的是太好吃的那个冰淇淋啊！你让我坐腿上又嫌我重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六个会员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多会员？我就问这一点，宝爷你有没有被欢迎我开心哥，欢迎我开心哥。我去打游戏了，你们慢慢玩。你再玩一局。假设，你问问玩一局能不玩吗？对，假设就是一个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行，那你跟大家讲，你打完这局游戏差不多10点，打完这局游戏。我们再重复一遍，是哪六个会员好吗？军军哥是会员一号，今天上的。军军哥是会员一号，楠楠姐是会员二号，然后新小 Q 选的不说话了，傻女会咱们会傻女。
谢谢谢谢云姐，云姐是会员七号。哎，楠楠姐后面是谁来？是心妍是吗？哦，卤蛋姐，是卤蛋姐是会员三号，心妍是会员四号，猫猫姐是会员五号，丽丽姐是会员六号，现在云是会员七号。点点想了这么久，上去的。谢谢我开心哥会员八号，谢谢我开心哥。谢谢我玲玲姐会员九号。哎呀，家人们这是干嘛呀？谢谢。这会员九号都已经开通了，咱们也是有九个会员的直播间了，家人。没有，我刚开那个。是吧？四五九八，就是遇到了绵绵，然后就可劲掐我，就是处女座的那种就出来了，我想跟一个人小开。一三二三姐是会员十号。我重新捋一遍，他不算是那种纯温柔型的，感受到我的眼神，我的磁场。让他学，改了。那天出个发型，看我的眼神。哦，玲玲姐是会员九号，一三二三姐是会员十号。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啊，君君哥是会员一号，楠楠姐是会员二号，卤蛋姐是会员三号，心妍是会员四号，猫猫姐是会员五号，丽丽姐是会员六号，云是会员七号，开心哥是会员八号，玲玲姐是会员九号，一三二三姐是会员十号。吊人妖人你是这种类型，对吧？不是纯欲是指的是，他们都太会批了，偏欲一些。我是欲传风，我实在是。我们今天去吃火锅了。对，我们去吃火锅。我太害怕了，这样。对，他的眼神太害怕了。星星的大脑门。嗨。要不是你是你就不能就是如果你不是喵大姨，我高低我就生气了。就是侧过来，然后就是说一次 Love the player， 然后他夸你呢啊，那是夸你。好吧，现在这个夸人的方式咱们就是说很新颖。很新颖。谢谢我会员猫猫姐送来的掌上明珠。哎呦，朋友在我都不能，我朋友在我都不能说话大声，要不然整栋楼我都给他震塌。好会。如果说会员姐姐送的，一定要把会员两个字解释。谢谢我们会员猫猫姐送的大珍珠。是我的会员。羡慕你，哎呦，别羡慕了，你那个还在关小黑屋呢。有点饿了，为什么想吃点海螺？是明天见。我刚刚是，就是。谢谢两米哥，干嘛呀？谢谢两米哥，都要下播了，干嘛呀？两米哥，我自己播的时候也不来着。哎，拜拜，两米哥，拜拜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我一来两米哥就给我上票了呢？谢谢小两米哥，拜拜，是，拜拜，还有我的十个会员，拜拜，大家。君哥注意休息哦，君哥。对啊，君哥一定要注意休息。谢谢两米哥，谢谢。谢谢两米哥。拜拜，下播了，拜拜，晚安。祝我们直播间的哥姐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年有今日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